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在凌晨开跑，信众们在前一天就已经聚集拱天宫前，黑压压的人头绵延到看不到，大家都是为了来当一回香灯脚。葱油饼、萝卜糕煎到手都停不下来，排队人潮满满满，数万人在此聚集，一人一张嘴，没充分准备，可喂不饱广大信众。白沙屯妈祖名声远播，政治人物也来参一咖，总统蔡英文、民众党主席柯文哲、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都来凑热闹。此次进香人数更是突破往年纪录，有180,000人注册报名，若再加上未报名者，恐突破250,000人共襄盛举。沿途吃喝是大问题，现在也不好找住的，因为人多，自己想办法去找啊。谢谢。吃睡都是问题，云林北港特地为香灯脚们准备了700份睡袋。走累了，摊开来就能休息。更有茶叶蛋、香蕉等补给品，常常排队人潮，都是为了领完后直奔白沙屯妈祖，一起步行走一回。记者钟正贤、廖文斌、卢俊杰、陈正茂、苗栗云林报道。